往秦贝尔的家里。等一下我们会翻山越岭哦，注意看哦。好，那现在请拍摄前面那几位美女。各位美女帅哥请向后转，各位美女帅哥请向后看。现在是要去秦岭北的路上，我们请地陪为我们解说一段。把那个供起来，把那个供啊要盖小啊。加凉的要加凉啊，这片山就是那个阿迪亚他们祖先的野菜，分明天了，对，分东西，可以分东西。现在是金母，清明节的时候就有人，那个没有炸掉了，东西臭了。哦，阿金啊，是宋朝的一个太监。太监怎么没升职？光鲜女，啊，这个是光鲜，宋朝的一个太监。是啊。他都没有人提出疑问吗？他怎么会耍那些事？没有人提出疑问吗？他可能他是长辈啊，可能他别人的儿子。问阿爸啊，阿爸跟谁问？查囡办，啊，到九十年代就是就家己做事，还是卖家己。你发展个快。你做安姑哦？嘿，做我明仔拜，拜义工啊。那我做几工？做到后礼拜三。拜一就到。拜二工，嘿。
照相吗？Yeah.
你有牙齿啊？哦。高维。今天这出戏就是贾玲了。那刚刚现在刘秀复活，刘秀复活。那现在中场他正在颁发乐捐的名单，那第一个就第一名潘阳红乐捐人民币2000块，授勋锦旗一张。香啊！啊，你在摄影的啊？嗯，照相一下。你在创啊？这手要拜拜。啊。七里香。这两是啥？平安风啊。他们两个主角，我们是路人。路人甲跟路人。路人甲、路人乙。路人甲乙丙。甲乙丙。啊，你按哪部都可以。伊安问你啊？哈，伊讲，有转来哦，即马伫遮。啊，无伊讲伊只有看到，阿伯讲只有看到。无啦，你讲。安尼就唔是啊，哈。生产成功。对。我计程车人讲的。哈，计程车伊讲伊有载到。转来正十天啊。放心嘛。哈，伊讲做老师，我唔知讲。做老师嘛。因为我听伊讲做老师嘛。阿伊讲伊是爱娶一个某啊。对啊，伊就讲娶一个某，啊，我就唔知影阿伯有娶某无。啊，现在阿伯咧，现在阿伯有娶。先来，咱就唔知啦。我就会嫁。我就会嫁。你几块发现来？我咧。安做啦，伊今仔日生。啊？爱做啦。啊，伊就讲做啦。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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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没有，这里看不到金门，这里是我们坐在这边台南。啊，快不要让他走过去，这里小危险嘞，如果要下去的话要小心一点。我这边其实过去就是台南。对啊，过来，不要再下去了啦，不要下去了，很危险。等我休息吗？我走。哦。来照相了。这拢是一个要他团长看过去后才会来看这个，然后弟弟不可以直接行进给他，他对弟弟的，因为他是边防，海岸南方的那些边防，所以很危险。马来人。
摄影家，爸，我们要回家了。叫什么名字？要自我介绍一下。哇，我现在英文啊，看得见的。自我介绍，自我介绍，介绍你，我等你介绍。我是阳光美少女，这个阳光美少女，我是胖一点，自己说。这样子，看镜头，看这里，看镜头，看这边。我是胖一点，来自己说一下。爸爸，你看你要怎么那么害羞啊？妹妹，你不能解释，我乐乐不？他讲几个了？胖一点，好来过。不是啊，我就妹妹。
没导游，你听见没导？你跟我说没导游，很贪玩。哈哈哈哈哈！有个摆摊的，我老公也没摆摊。做个菜啊，哦，妈妈，你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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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